伊连甲咱的牛奶甲咱捧场呢。所以讲，咱的小姐也是讲像你安尼嘛是对啦。哎，真正讲啊，人讲查甫都爱笑，啊查某都爱笑，像你安尼，嘴笑白笑。安尼就对啊，你啊无为咧唱歌，结个一个连结交安尼，哦，你明仔日到秘书来收袂啊钱，秘书欠伊过来十万，你都行的咧吼。所以讲，真的哦，特别要来加欢迎哦，咱的小玉哦来，送给咱带来咱的一首，那么咱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个歌曲。那伊的曲名就叫做《心花开》。来，那么咱另外同款，特别要来加邀请到咱的这个小玉小姐呢，来再度为咱带来一支手，用咱两支手来捧，会啊，感觉看得怪怪呢。对呀、啊，一只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啊你不用走来走去没有关系，你安尼我头家做戆的呢，哎你行来行去，无啥会听吼，哎行好势没有关系，啊无我头家看你家己我做戆的，哦来啊一支手就好哈，好来，那么呢，伊们赶快特别隆重俾大家安排介绍，带来我们的抒情歌曲，爱你一万年，来这条歌啥物歌名？爱你一万年，麻烦你讲较大声点，不要。爱你一万年。我咧爱护你，你的丹田啦，哦，对不对？你爱像我讲的像安尼，爱你一万年，较大声来话紧吼。来，那么咱台湾共同欣赏，要来甲安排介绍，带来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咱的学生情人漂亮的宝贝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小玉来甲咱带来一首非常好听、怀念的国语老歌，爱你一万年。那么咱共同欣赏，好嘞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啊，拜拜。头前的帅哥在给咱拍拖啊！吼，再讲吼。